將200米嘅時候前面乘住風啊，帶兩三個馬位出嚟，但係咪都要贏夠五個馬位啊？六三嗰只啊，橙色眼罩是爆酥嚟噶，喺出面咧仲有智力宝啊。暂时电脑一对咧，咁啊有蓝衫嘅威俊区拍住蓝白格仔衫啊，雪战神区啊。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就天智富带啦，跟住第二位就健康美丽啦，第三位飞天剑啊，第四位就劳动创造啊。再见到第五位嘅马啦，咁啊黄衫黑帽就开怀大笑啦。咁啊内栏第六巴巴闭，第七位仲有安仲啊。后啲嘅马内栏紫色衫喷火龙，六三尾五咧就系嗰只爆酥嚟噶。再后啲先见到智力我威俊區嗰啲馬，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就係呢只健康美麗噶啦。咁再見到中檔位置追，有呢只飛天劍上緊嚟啦，外邊仲有開懷大笑啦，攝入邊上嘅馬仲有巴巴幣，外邊上緊嚟就係呢只爆蘇啊，中檔位置仲安仲啊，兜到嚟最後二百零米，透出就係飛天劍，埋邊有健康美麗，再見到中檔勞動創造啦，入邊追上嚟嘅馬仲有噴火龍，外邊啊爆蘇，接近終點啦，飛天劍贏啊，跑第二名啦，有呢只爆蘇係咪？机会。入邊嘅馬橙色眼罩爆蘇，馬林中間就安仲啊！好啦，鬥到嚟最後三百零米，蟲草之星咧就已經係透出咗噶啦，乜水開始上嚟啦！兩個馬中間夾住嘅，咁啊仲有星運指著啊！再後一層咧仲有安仲啦，外邊位置衝啲嘅馬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就巴巴幣，鬥到嚟最後二百零米啦，咁啊乜水拋離咗對手個零身位，告東嚟，咁啊又整多一 win 啊！拋離大勝乜水噶啦，跑第二名係星運指著啊！第三名是蟲草之星，至於跑第四名那隻呢，安仲。